Hello， 在视频前你大家好，我是俊松，欢迎来到九鼎后房产 JS Property 啊。今天呢又是冒着一个大雨的时间给你们介绍屋子啦齁 ，OK？ 哎、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Jalan Setia Tropical 啊，在 Setia Tropical 这一区，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双层的田置屋 Double Story Cluster。So 我们先看一下环境跟这边的邻里啦齁 ，OK？ 这一边这一区的话，基本上都是以 Cluster 为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一边有各式各样的 Cluster， 不同的款式，而且呢也不同的外表啦。所以这边的屋子都是蛮美的 ，OK， 而且它呢，它的这两条街呢是很 low density， 一排呢只有八间罢了 ，OK， 所以我们这边是我们来的路口，然后呢最前面那一边是它的公园，这边是有 GNG Garden 的一个社区，然后呢它的管理费大概是120左右啦 ，OK， 所以今天给你们介绍的这个屋子呢，它是 L 的单位，你们可以看到 L 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它的透光好，第二就是它的整间就是比较透光啊，然后呢旁边这一边也可以给你们把金咯。OK 啊，如果有那种新年啊，有亲戚来啊，这边可以给他们 free parking 咯。啊，假如呢这边不够霸的话，怎样办？旁边那一边还是可以给霸的，因为这一间它好的是什么？它是 unblocked view， 而且呢前面这边有很多 parking， 这一边前面还有多一个 garden 的啊，有一个草原给你们看呢、啊。这里上面它这一边它是属于一个 unblocked view， 也是一个 garden view 啊，所以这一边我们进来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屋子啦哈。所以叫 Tropical 哥也相信这边你们不陌生，这边前面的话。金融区啊，商业区啊，样样都有啊。无论呢，你要去 A 用啊，还是你要去到新加坡 Custom 的话，还是呢南北大道这边都很容易去通达的。OK， 所以我们也废话不多说啊，今天我们要比较 shortcut 一点，因为今天呢最主要还是要给你们看屋子啦哈。OK， 所以这一间的话，它是双层的田置屋 ，double story cluster， 35×70，35×70。所以呢，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 car porch 哦，它整个 car porch 哦，从门口那一边出来的话啦。大概也是一个20尺左右的一个长度，所以呢，这一个长度的话，你要霸一个长车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宽度的话，甚至你要霸三辆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啦，只是你要选车来霸啦 ，OK？ 啊，三辆 SD Mark 可能有点困难啦 ，OK？ 啊 ，So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它的门，这些都是做好给你的。这间单位呢，它是有什么 remark 要给你们知道的？这间的装修，它是花了100千去装修的这个屋子啊。它的隔壁邻居我也帮你们 check 过了，它是一个华人的邻居。OK， 所以我们进来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一个 cluster 的话，旁边是多一个10尺地的空间，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旁边这10尺的地、啊、在这边它是有额外做多的 extension， 跟外面它是 fully renovate 还有 fully extension， 所以它这边它都是有做过的啊。假如对面那边的地不够你去做园艺的话啦，这边也是可以啦，没有问题啦啊，你要种一些小园艺啊都没有问题的。 OK 啊，所以我们也不多说，我们先去看屋子先啦齁。这间屋子的话，它是35×70，然后呢是5+1房，5个厕所，然后是花了100千的装修费啦。OK， 哦，我不脱鞋子。OK， 啊，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整间的大小哦，是很不同的，而且它的门呢是很高的，整间就比较大气咯。OK， 所以你可以看它整个客厅的整个格局哦，除了4四方方以外，这边前面的玄关处这一边。如果你要放神台的话，它是足够的，因为它距离门的距离大概有2片2×2的模式，相对来讲是4到5尺左右的一个空间的哈、哎。这边可以放的没问题。然后呢，这边它客厅的格局4四方方，很容易于给你们摆设。啊，这边你要放这样的家具，相信都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啦。然后它旁边这一边的 cabinet， 这边也是做好给你的。啊，这种厨啊，这边你看得到的 ceiling 这些装修都是 belongs to next buyer， 都是 belongs to 你的，这些都是前屋主都做好给 next buyer 的。 OK， 你可以看一下整间的 renovate 是花了蛮多钱的、啊、然后旁边这一边的话它做 extension、啊、for cluster 的话，而且这是 NO 的单位，透光我们不说，而且很透风，所以你看它旁边这个额外的空间是打造给你们去一个 gathering 的一个地方。假如你家里有办 party 呢，还是要有办什么 event 呢，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地方，甚至是呢你可以想象这边有风扇啊，我下面放一点 coffee table，我们这边聊天啊什么的，喝一个茶都是一个很奢侈一个享受啦。 OK， 所以这整间我也是给你们介绍完了，我会给你们介绍哪里，我们去介绍 kitchen 跟它的 dining area。 OK， 这边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低往低往高爬的一个地势，所以它这个地势是不错的，而且这间屋子呢它是坐北朝南的一个单位，坐北朝南就整间会凉凉哦。 OK、啊、这边 dining area 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空间是蛮大的啊，它是串去、啊、我们的客房，还有串去我们的 kitchen area。 kitchen area 后面呢又有多一个加一的房间，所以它总共是5+1房啊，
OK 啊，我慢慢给你们介绍啦。所以楼下的话，总共是呢一家一房两个厕所，一家一房跟两个厕所。然后楼下这一边它是有做一个 store room 啊，假如你这边你有收纳的话，可以摆这边哦。啊，这边它是蛮大的一个空间，而且下面的 moset 全部铺好给你的，啊，整间的 moset 铺好给你的。OK 啊，这边我们先去到它的客房给你们介绍了哦。啊，客房这一边你可以看到它的格局，它的大小足够了。啊，我们俗称长辈房了哈，哎，这个格局肯定够你们去摆放基本的家具啊，床、cabinet、梳妆台，相信都不是很大的问题。而且呢，还有独立的厕所啊，这边厕所我也是给你们看看哈，啊，整间的厕所都是 moset 上到完的，都是 moset 上到完的。你看它旁边的那些壁砖，全部都是上到完的。OK， 整间的空间也不讲很小，啊，这边可以冲凉，可以上厕所，啊，这边打扮都没有问题的。OK，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去哪里？我给你看它这一间，除了它透光好，它还有自己的天井。OK 啊，你可以看它这边天井的一个地方啊，这边我大概开给你们看了，现在下雨了哈。OK 啊，这边还有一个天井的一个 area 啊。假如呢你没有用这个天井的 area 的话，你要把它封掉的话，可以也是没有问题。甚至是呢，你要做成一个study area 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这边是一个很好、很透光的一个地方。都会给你的亲戚朋友啊，他们来做客一看哦，整间会不一样了，因为那个阳光的光线是很好，对于我们不管视线啊，哎呦 ，OK 啊，来，我们这边我们过来看看一下，这边是它的厨房的空间，它有四分成干式厨房，前面的话是干厨房，然后后面的话是湿厨房，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煤气炉在后面，然后它的水龙头在前面，它不会有水火冲的问题咯。OK， 所以你看它的壁橱上面、下面 table top 都做好了，上下 table top， 然后呢，这一边的那个抽风机那一些基本都做好了的。OK， 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居住了啦，但是呢，它的家具这边很肉眼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它这些是为你而准备的啦。然后后面这一边呢，是它的一个家艺的房间，我们俗称女佣房啦。OK， 它的空间的话，基本上是一个 single bed 是 OK 的，放得下的啊，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这一边我们去到哪里？我们绕过去，我给你看它的 store room。它这一边呢，它还有它自己的一个小 store room。OK， 这个 store room 的话，它有它自己的电箱。然后呢，它是整个就是放 store 的地方，很明显的。OK， 这边你要放床的话，可能不适合啦，这是很明显一个 store room。然后这边我右边的是一个楼下的一个厕所，楼下的一个厕所。OK， 走，这边楼下也是给你们介绍到七七八八啦。我们去楼上，我给你们介绍。所以楼下的话是一家一房跟两个厕所，代表着什么？楼上有四间房间要给你们介绍了哈。OK， 啊，所以叫 Tropica 这一边的 area 是很利于你们去，不管是南北大道啊，还是你要去到 JB Custom， 甚至是呢你要去商业区还是金融区，相信这一边都是一个很好的聚集地。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无论是你要去走政府部门，还是去到银行，还是要去吃啊，甚至是你要出门方便啊，去玩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中间的地区。不管是往下走去新加坡，往上走去 KL， 往左走去古台湾，右走去 Sernai， 都是很方便的一个地方。而且吃喝住行啊，我们实在吃喝住行真的是一个很方便。哎，所以这边楼上我给你们看看。哎，如果这一边你有朋友要找这边的屋子啊，还是呢你有在卖 JB 这边的屋子，你也是可以与我取得联系啦。OK， 我也是一样会以视频的方式给你介绍屋子。还是呢，我也会从我公司的平台，我 share 去给我更多 partner 去推广你的屋子。无论租还是卖呢，我们都有做，没有问题。哎，当然，如果关于知识性啊，像那种程序想跑还是什么啊，都可以询问我，没有问题的。OK， 啊，这边前面的话是它是个很虔诚的一个教徒啦，所以它有做一个 prayer room 啊。假如呢这个 prayer room 你没有用上的话，这边你把门拆掉的话，它就是一个家义的空间。所以呢，它就是属于是两个一个收纳的空间啊。如果你没有用的话，有用的话，相信它已经打造好给你了。来 ，OK， 你可以看到楼下一个小客厅哦，楼上的一个小客厅哦，啊，这个客厅的格局也是四四方方，也不会讲一条走廊罢了，它还有一个格局去给你们去好好的去行走，没有问题的 ，OK。然后呢，楼上是四间房间，我们先看它第一间房间哦。第一间房间这一边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房子很大的。而且呢，我这样看是他的小孩的房间啦，我看到有车啦 ，OK， 啊，你可以看到他这边还有 queen size 的一个床，啊，这边他的 size 都已经摆好给你看了哎，那是一个 queen size 的床，如果包括床架的话，这个宽度是够的，绝对不是问题，哎，
再加上它整个格局的话，你要放 cabinet 啊，你要放其他的家具啊，我相信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啦，它是足够的，这个空间是绝对足够的。然后呢，它每人每间房间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厕所， individual 的厕所，所以呢也不用争也不用抢，基本上都是可以冲凉，都是可以上厕所的啦。 OK， 我们介绍了这个第一间，我带你们看第二间哦。第二间整个拼这样就很明显啦，是隔住的啦。 OK，你看到它的这个气油其实是不错一下的，但是有喷那种砂墙气的。 OK，所以它整间的装修也是很好，但是呢它有些墙你可能要建议一点啦，毕竟有小孩子住过你们也知道的，之前有家庭住过的啊，那你都会有可能有挂一下，有可能坏一下的，这些相信你们也是本身如果有打算买的话啦，都是会重新粉刷过的。 OK，它的厕所也是跟刚刚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墙砖上到完，下面毛线铺到完，然后呢里面的空间是足够的。 OK，这边我就大概可以拍给你们介绍一下了。然后第二间房间给你们介绍完了，我给你们介绍第三间，就是它的主人房。 OK，现在我这边你们右边的就是它的主人房，它主人房它把它分隔成两个区域，第一个就是它的住的这个区域，你可以看到它这一边很明显有一个床架的痕迹了哦。 OK，一个床架的痕迹哦，这边你摆放 king size 不是问题。然后呢它旁边还有放一个 cabinet，这个是它的衣橱，这个衣橱如果你要用不要用都 OK 啦，没有问题啦。 OK， 但是呢它这边摆的衣橱它还有额外另外做多一个衣橱的空间，等一下我再给你看啊。然后呢这边还有做一个 TV console 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整 set 都做好给你了的。 OK， 已经算是 ready 了，假如你的电视机你一买电视机你只需要装上然后装插头就行了，没有问题。 OK， 它整 set 都是做好给你的，它包括上面的 ceiling。 OK， 你也懂现在的装修 不便宜哦，单单石膏啊 extension 啊都花很多钱的，所以它这间哦等一下它卖了哦，它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等一下我再给你们知道哦。然后这边是额外做出来的一个空间，它把它分隔开来，所以这边它是做 partition 的，这边是它做成一个 working wardrobe， 做成一个 working wardrobe， 这边有大概有一个四个门的大小，大概有个四个门大小给你很好的去放你的衣服，无论西装啊晚宴装啊还是工作装啊都没有问题，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OK， 然后呢它这边我给你看它的厕所，主人房的厕所相信肯定是最大的啦。 OK， 它这边就是它的厕所，一样壁砖上到完，下面砖上铺到完，然后呢有两个洗手台，我后面这一边它装到我的呢就是我的 shower screen 啦。它这边它有做一个很好的干湿分离。 OK，这边冲好凉这边就可以出去然后刷牙，这边这边它只是差点做门罢了。 OK，你可以看它整间的装修几乎都花了不少，几乎都花了不少，我们肉眼这样看啊。 OK，第三间介绍完了，第四间楼上是四间房间来，这个双层铁笼住屋总共是五家一房五个厕所。 OK，它的这个额外的另外一个算是小房，这是算是小房，但是在屋子的最前端。 OK，它是一个读书的 area study area， 很明显就是一个 study area， 你看它整排去到完很明显就是他小孩之前在这里温习功课用的啦，这个有留有他们的痕迹啊，你看他有粘一些 sticker 啊，有画一些涂鸦。 OK， 你看空间都是不小的，很明显他有超过两个小孩以上的一个成员所以呢他这间他必须是要给他们温习做的一个地方，你看他这边的涂鸦很有艺术感的哦。 OK，这边相信你们都要重新粉刷过来。OK， 这边整间我也是给你们介绍完了，我还要给你们说什么？说重点，这样大的屋子多少钱？环境地段又这样美的一个屋子，它到底值多少钱呢？ OK，这边我就做一个结尾了，这边我再重申一下整个详情了。 OK，这间呢是双层的田字屋 Double Story Cluster 35x70 五家一房五个厕所我们没包括 store room 那些啦。 OK，然后呢是 free home 永久地契 individual title， 然后装修呢是用了100天去装修的一个地方，有保安为例，然后呢一个月是120块左右的一个费用，然后有自己的公园啊。 OK， 这样的屋子卖多少钱呢？他卖你900千，而且呢最劲爆是什么？他的 main value 拿得到1个 M， 900千还可以商量哦，这个价钱
啊，假如本身你也是对这个屋子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点一下连接与我取得联系。我是俊松，一个专门为你认真介绍房的男人。OK， 啊，所以今天我的分享也是到这一边了哈。如果有屋子要找，有屋子要卖的话，请联系我，我都为你解决烦恼。OK， 所以今天我的分享也是到这边，谢谢你们观看，再见，拜拜。